猪油渣，今天拆一个香辣口味的。我现在手里拿这个是100克装的啊，还有个500克的，买的越多它给的量越多。我现在对这个猪油渣都上瘾了，一天保证是一袋。然后咱家这款猪油渣，它是500克的五花肉才能产出200克的猪油渣啊，所以这东西特别香。盘子里面是100克一装的啊，看这肉，这块肉是肥瘦相间。哎，香。